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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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嘛无啊吼，等于三等于差，大只现老来，哦，等于三等于差，介大只你看有啦吼。咱讲真个啦，一斤卖你偌济？300块，300是无重要啦，不过只要食就好啦，卖卖你伤济啦，真活动啊，500、400、300块就好啊，300块。来，嘿，恁这边要食无？嘿啊，恁老乡厝咱讲真个，大只个啦，哦，咱讲真个300好啊，300块。好、哦、300块也吃啦，好、哦，我哩就较济，好吃啊，大只当作细只卖，都300块，爱无？300块，我大只当作细只哩卖，你讲真个哦？你要吃无虾啊？无我听袂人讲，南京都卖大卖，好虾啊就坐300块虾，啥物吃啊？300块虾子啊，虾啊，来吃啦！咱讲只，你讲都知影嘛？大只虾啊，咱讲真个啊。好、哦，大只虾啊，几足贵。我讲真，你看你们吃青菜了好无？想要吃，我讲我就是300块来，就300块虾啊。你们吃无？要吃虾，我就是300块虾，算看你们300块，爱无？300块虾，我想要吃300块。我讲这以后就这样啦，我不要了。在那边而已。好、哦，300块虾，你们吃，虾子300块。那么吃无虾啊？300块。无啊。虾啊，一只300块，我们吃啊吼。虾子300块啊。无哈，好啦。我讲来啦！来咧，我即摆讲讲者吼，即个透抽有人要食无？透抽啊！你等下炒炒三三的好食好无？我你讲吼，另外即上好人生无偌济啦，来，吼、哦，看剩到半箱尔啦，看剩到半箱尔，看恁要爱无？透抽啦，啊，水好食，钱好食，我莫甲你讲伤久好无？莫讲一斤卖300外块嘛，我咧讲八，莫讲一斤300外，一尾开着偌济，100、100、200、300无重要。我这上我算个上好哩，无要紧，好无？好，三百、四百、四百五二，好无？好，四百五二，卖我你开偌济？开一千块、800，开500块啊！你若偷猪，我就借500块。来，我讲来啦吼，500块就借好啊，偷猪啊，哎，这个济哩。我讲这下尾我就借500块偷猪来，六十五百块。你若偷猪无，我就借500块。哪尾来吼？偷猪哪尾500？哪尾500就借好啊？你要借无？六十五百块偷猪。我就回来，我跟你讲，来讲真嘞。七百五百，你要炒下无？我你讲下，飞飞上去啦，几五百，几五百块。你若偷听，我就是五百，偷听五百块。有人要吃下无？8至500块。偷听八百五百，啊，当正啊无？啊，无人要炒我咩啊哩？啊，五百我就一个好，偷听。对啊，老二。无哈。大叔是说，预计九点过后就会没人了，所以一定要拼9点钟，然后消一消。到底有啊？水的啦，保证无反人的啦。500块就一个，到底500块，你敢要吃？爱无？要吗？我讲我知哦，你要吃一份就好啦，你要吃到底有无？我吃好啊，要等我吃。我只要吃透抽的无，我只要吃好啊，等我吃无。我只要要吃透抽无，透抽啊，无系吼。我只要吃透抽的无，啊，8500。我跟你讲吼，我纯正南山的啦，哦，个卖无三个人啦，我咪跟你讲啊，来，9500十分少啦，9500好啦，我系透抽500块，无问题啊。我讲真个啦，我唔食上个年个表就系2万啦，2468。哎，10块就是500，我偷听500块，有人要炒下无？500，我刚就转过头都还无变阿少，吼，那我真嘞，然后就是500块，都想吃。500。这怎么说？这是没。500。这么好。可以给我一块冰吗？500。没了。冰，我一点点冰。来。我来，好。好啊，我先吃一点。我跟你讲啊吼，我这上早是我穿的上好。他那一件外套，我妈妈也有买一件穿给我，但是我不敢穿。你如果跟我穿起来都是一样，结果人家穿起来那么冷。
反正我只要人的关系啊，一包卖讲平五百，好不好？卖四百开三百，做两包我来就一百块来得，来只啊一百块，只要两包百块，你晓不？好来百块来得。应该要像他那样冲个什么？一包一百，啊，一包一百，整只放在外面。两包两包百块来得。我昨天晚上在擦炉子的时候，擦用手擦我的脚，然后发现我手脚的色差好几阶。百五。真正拍乌足侪。好啊，就一百五块，啥物事啊？好贵哦！啊，百五。看一下几点了？百五，来。大哥，不要吃我，好啊！来，再紧冲啊，紧冲啊！吉隆早，快来嘞！今天买到赚到真的，赚很大！来来来，这大哥他想要啥？章鱼脚等用啥好吃？用菜好吃，用啥好吃？加盐也无啊！哦，菜啥好吃来啦？吼，要吃我讲，卖个一斤卖偌济？百三百，你讲你讲来，啊百百卖啦！我讲来啦吼，加偌济？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我就剩五百块来得来。你莫讲，我一路。大哥，我想要吃的200块。你若生意吃，我就吃200块，想要吃的。来，我讲来，看你要杀，我就吃，我到底用煮200块，我生意吃200块。我妈是说，因为他没吃过了。大哥，加200块，能不能？好，啊，带你吃大哥加不？吴文达，快哦。今天人少，对啊。应该说今天大家都很早，然后都是来匆匆去匆匆买完就走，比较少的时间在这边看那个大猪叫卖。后面挂灯关闭。该休息我练啦，啊，无人办事就无法度啊，我今天拿回来啦，我该休息我练啦。大哥，你那块钱是啊？阳光都不晒啊，你说该休息我练啦。两百块，无啊，这对两百块没差外号，两百块块没差外号，快来跑进来，快来搞起啊！我这袋袂贵啊吼，你买三万块好无？袋袂贵无外久。哎，啊你买三万块，一定爱碎啊！我嫌少少，你担心啦吼，安尼啦。好来，好，只买三百，来等我一下哦，哦，你等我一下，哦，两买三百，哦，来，来。现在大叔都偏鱼货，因为鱼货不能放，哦、三百然后调理品只要没拿出来都在里面，都是冷冻的，所以他现在都偏鱼货。好，冷冻了好来，好，五买三百，六买三百，安尼尔。敢买三百无啊？恁要爱无？袂少啊，只要三百，快哦，快好啦，两百好啦，两百啦，六只，六只两百，两百，这个鲍鱼太小，吃偌济了算，一只三十几块，来两百一个来，三十几块连一个吐司都吃袂着，我是讲有包啊，要吃个少只，什么好啦？八块，下面讲会吃。鲑鱼蛋吐司多少钱啊？应该要三十五。鲑鱼多少钱？两百。对啊，十二块。可能有，鲑鱼价两块两百都还没上。那公斤的呀？多少钱？两百。新城这里。那公斤来多少钱？两百。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嘞。哎，你假是先讲啊啦，到这样用掉，咱讲真的啦。便宜对，便宜。你假是先讲话啊，这楼啊，你要吹无？等风吹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今天做完就休息了，下个礼拜在大甲一样开播。拜了拜拜啦，等等休了六天。那我就会拜了拜拜，休息我们都是休息。为什么打的四百？开三百？六一啊，三百，一五来，什么价？两百五来就好啦，两百。鲈鱼，两百块，鲈鱼就一两百，啥物炊？三斤外蛋，两百块，林志也会变脸。对啊，听说林志还好，他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是不是？可是脸要粉。来，来了。其他公司咧啦吼，诶，今仔只只石头了较买咧，咱并无打中啊，只只石头了较买。牛排哦，有啊。我来吃第一个。诶，少爷啊，迄个鱼片系嘛？好来。人潮慢慢散去了，九点到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真的，你要再拜拜。我
是刚好我婆婆都没有在拜拜啦，所以我就也不用拜，因为她也不会叫我拜。反而是我妈叫我要拜，不过她知道我现在也很没时间用，所以她也不会跟我说要拜。可能就是像这种普渡大节日，就是去对面拜，我们对面也是尖庙。不过我太慢了，因为她初七就拜了。我看到她那个大豆旁边啊，上马飞呼啊，因为那个社区的普渡要那个先报名，明年就知道月初就要去报名。我就是500块，什么钱？500，好啦，来。你要信，我今麦后头规堆物件无得出来，规堆哦，不是一人半。谢谢袁达。来。不会，我觉得那个肥肥的声音也蛮好听的，蛮有气质，什么都不学。我也不是不行啊，我们之前在高雄做生意的时候，我每个月都会拜呢，初二十六我都会拜。但是因为现在没有空，然后再加上没有人要求，对啊，七八块两，就没有拜。而且我们那个是公寓，你要拜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拜。家门口就是电梯了，你不可能在电梯拜吧？然后去到楼下又是别人的骑楼，也很奇怪啊。所以我们就都没拜。他刚才讲回堂的要吃鱼塘100块来就好啦，哦，鱼塘100块来，200块来，100块。来，啊，搁100块鱼塘，啥物食？100块鱼塘，咱要食鱼塘，搁就100块鱼塘。恁要爱无？鱼塘100块，恁要食无？鱼塘100块，好哈。鱼塘100块，我要吃无哈。鱼塘100块，我要吃无哈。鱼塘啊，我要吃。